从价格、性格等方面来分析，公猫要比母猫好养一些。价格一般来说，公猫要比母猫低，因为母猫它需要繁殖后代，爱干净程度，公猫对环境的干净程度挑剔一些，相比较母猫爱干净。性格来说，公猫比较活泼好动，整天上蹿下跳，精力旺盛，愿意与人接触。贪吃程度来说，公猫有吃的就会热情跑过来，还会和主人互动，母猫则比较谨慎，小心试探，再去吃食物。外貌来说，公猫的体型一般会比母猫大，而且看起来比较强壮，不容易生病。综上所述，公猫更好养一些，只要决定饲养一只猫咪，就应该好好照顾它。